谢谢老师。平燕的这个跟平燕爸爸，我觉得今真的能够嫁给陶生你，真的是基因呢、啊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美妙的和声。然后我觉得爸爸的展现让我觉得很大气，因为你的大气会展现到在囡仔身上的基因，让囡仔看到你的模样，对着爸爸的这个形影。或者是对着妈妈的形影，伊会展现着伊的气质。这个囡仔气质甲一般囡仔气质都无同，伊袂胆胆，伊袂惊吓，伊袂小气，他不会闪躲，他反倒是很大气的展现他想讲的话，他想唱的歌。伊迄个展现，就是恁四大应该看到。人讲四大人是囝的模，你们的样子就是他的模样，模子印出来的就是邓平燕。所以平燕能够有今天这样的成绩，我都觉得爸爸你有很大的功劳。那今天你们两位的这个合音，我都觉得很漂亮，很棒。那两队呢唱的，我都觉得太棒了。我有的是感动，是好笑；有的是非常美声的，我都觉得很棒。所以今天是无论输赢，那你感觉是感动到讲爸阿囝这种感情、这种缘分、这种的舞台 ，OK？ 好，加油！谢谢老师。这一段表演呢？非常的温馨，然后我也终于知道说平燕为什么歌声里面有那么温柔 的特质在那边，因为爸爸也是这样的歌声，爸爸是一个很温柔的男人，就是他的口气里面、啊、平常我不知道，但是这段表演让我觉得非常温馨，然后非常的感动，非常的温暖、哦、两队都很棒，都很